接着我们拿出来这一个五金，把这个装起来。这里这一边是螺丝的，这一边是这个头的啊，对进去，然后从这个穿进去，然后穿对这个孔。接着呢，拿螺丝刀把它拧紧。用螺丝刀把它拧紧，好，两头都把它，好，我们就做这样一个提手哈。现在我们去完成另外一边，我们把这个垫片放进来，接着从这一片短的穿进去，这一片也穿进去。接着呢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用收口针把它穿出来。好，穿出来了。接下来从这个地方，好，把这个也穿出来。好，穿出来之后，我们把它，好，从这里穿进去。接着呢，把它套进这个孔，底部这里有个孔。穿进来之后呢，把它螺丝拧紧。好，这个也把螺丝拧紧。